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姐。看一下这个火龙果，这个好像是肥不够，成长不了。这个都这么大了。哪个？这个。那肯定它不能长那么多吧？一个只能要一个就行了。是不是要蔬果呀、啊？嗯，不要那么多，这是死掉了，是吧？这个坏了。哎，上次开的那才花呢。晒干了。哦，晒干。哎，这个拿来做炒蛋好不好吃？炒蛋好不好吃？真的。嗯。这个烂鞋子是不是？这个都已经坏了。炒来吃啊。坏掉了。不要拿来做包子吗？做包子吗？都已经烂了。做包子好不好？这种花，哎，不能长那么多的。你看它每个都有几个都要。你看大的就生气了，是不是？才一个，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，它成了八个了。八个就够了，它哪里积累了那么多？是不是？拿来做包子吃。当肥不够。肥不够啊。是肥不够还是长得太多？长得太多，不能长那么多的。搞一点那个农家肥，放啊，要远一点、啊，烂了，还拿来做包子吃，不要。现在整个贝贝南瓜做那个南瓜馒头吃。蒸好了，放点白糖，把它捣成泥。放点白糖，把它压成泥。压成这样子可以了。现在倒面粉。现在把面粉倒进去，搅拌一下。把它搅成这种，然后再用手搓一下，揉成面粉。把它揉成那种光滑的面粉，然后再洗个半小时。这个是木耳香菇，现在把它剁碎。这个肉末，再切点韭菜，香一点。这个面已经发好了，现在准备煮包子。这个面已经发好了，现在把它搓一下。放点油。你这个不对吧？要放粉吧？那个等一下夹住了。不会啊，我看别人的是这样放的。别人是放粉吧？放一点那咖粉下去才不夹吧？油香它就好了。别人是搞点面粉干的在上面再沾。你了，加薄了薄。
今天盯着看你的手啊，刚好做了三盘。哇，比上次真的好多了。等看我蒸的包子好不好吃，好不好吃？上次你说我做的包子不好吃，现在你还吃？这次还可以。真的假的？这次蛮松的，不像上次那么硬啊。等一下拿几个给小九吃。看起来蛮软的哦。嗯，给老谭吃。拿几个给老谭吃，我怕他不吃了。啊，这么好吃不吃就什么？你买个好吃一点，不饿。发个视频给他。嗯。小九吃包子吗？自己做的南瓜包子。嗯。里面是南瓜包。里面是木耳、香菇、猪肉。嗯。